我不可，是这样吗？是，又是他呀。没声音吗？我这屏没。啊呜！听不到他 A 的好难受。这里我要推他 A， 我就 A， 我要比他多 A 一到两下。不会好好收拾一个场，这么屌！操！这里没打到。哎，你也没补到，哎呦，太好了！一个 A 一 A 直接带走，没想到这居然能把他杀死。还是可以回家出个萃取，回家搞个萃取去，洗掉了。为什么不能买两个？哦，可以买两个，买两个那就是赚900，但是不要贪心，买一个就够了。本来主播可以买两个萃取，我真聪明，应该买五把萃取对吧？我操！让我猜猜，主播是不是带了爆破？这都被你发现了，开车车。我操，这哥们玩的真好哎！七老师为啥知道我带了爆破呢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上把带，上把我打的也是赛人。听说有一个叫四七的教的主。又是下路在打，我中路瞎子，被单掐了一次。会好好利用你的残骸。这不断传来队友阵亡的声音，这可不是什么好事。不走了。再吃四个头了，走吧，要被他撞死。哎，好像吃不到了，开大都
这里可以杀他，试一试。就这样打不死。太可怜了。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塔莎，哎呀，塔莎，呀，真好。 原来是塔莎喵！我要直接买冰刀，买冰刀直接干死他！我没有耐心的，这把要冰刀，不出黑切了。还行，直接冰刀。这三人怎么消音的？对，我听不到他大招的声音，然后开大我都听不到。 跟队友说一下，别等一下，我操，开个车过去给队友全撞死，超脱了，开克太废，我估计他回家都有可能那个，那叫什么来着？ 他们拼的好凶，那这样给艾克一直吃，不是很好的这种情况。是啊。 推完应该有了。我这么爽。 这个打野，DD压不死就好了，这给他白拿一个头。再氪真装逼，确实，国服打野看到残血确实走不动路，那些玩的很低端的打野，看到打野就想要全给他吃掉。 杀戮！
还好带了个爆破，不带这爆破挺烦的。纳什之牙的艾克，我才要死，不晓得。干的不，艾克可能会上。这不给他越了，先大招。 怎么又是打僵尸？没办法 ，CS GO。 感觉好像还是黑切打的比较好。操了！他打人这么痛的吗？就 A 一下就傻了，哎呦，真难受。<笑>又擦一下，绑2800，他血太多了，他血量太多了，可能一塔要先交代掉，或者我刚才应该 A 然后闪过来。 主要被他撞起来，他那个击飞完了之后还有一个硬直，很恶心，有点像那个黑哥的那个 W 一样，他击晕你之后完了，你还在原地蹲一秒钟。哎，还行，卡莎的一套，这里还行，等一下去把他拿了。不活了，我们还有僵尸。<笑>我们还有僵尸。 还行吧，我有2件，主要是这艾克比较肥，艾克比较关键，我就想吃一个一塔，不让我吃。其实这个很容易被别人抓的，我操，2件了。 这么肥啊！我在想要不要买黑切算了。
得到了没声音，买黑切吧。 买黑切还是买虫？但是我又想买虫，算了，还是先买虫吧，齐老师。买虫，然后再买切，这样会好一点。因为他至少他等一下有个加速，他这个神话杯中至少有个加速，这样买他其实有点百分比33%，我觉得也够用。因为我打团可能杀这两个会比较多，应该是不打他先。 时间静止了，太时间静止是吧？还会放慢速度，啊，虚空假面大招是不？是，着魔村民，<笑>玩游戏啊，就得本体跟游戏一起互动，这才有意思。还好买了这个，嗯，这波摆这个还真不错，这塔应该掉队。 主播是不是生病？生病赶紧去啊！这，好的喵，着魔村民，<笑>村子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，是吧？谁插的眼？是你。 直接大招，果然冰刀还是很强，三人跑下来，这应该不会来抓我吧？不会来抓我？哇，真猛！这么肥的喵，可以艾克斯。 这把还是得靠他。呜，大龙，拦截。哎呀，完了，瞎瞎。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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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被勾到了，救救救救我，救救我！哎呀，真的，哎呀。 Save me, please! Help me! Help! 你在干什么？别练刀！嘟嘟嘟！投降！我操！被一个冲击波给弄死了。 直接帮助。
哎呀，卡莎大姐姐，啊，那、啊、这、啊啊、又被勾了。干死了 ！L 五十倒是，哈哈哈哈走了。还有 R 四的，那当然有。AD 太超，对，卡莎的英雄真的变态，太强了，只能说。这把出什么？直接打团去好了。再搞个死亡之雨。我要赐给他希望。啥时候玩多塔，到时候再说呗。也不着急。主要主播还是喜欢玩剑魔。赛恩。好。好。我操，三杀，这么屌的，我、哦、这杀完了呀，他们，哎呦，拿下兄弟们，大家点个关注，这把就下半区一直打到